哦，哎，终于赶上了。大家好，我是伍秋风啊。那个秋风刚回来啊，来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秋风周报。今天太塞车了，塞到现在才回来。那个今天秋风去那个小粉丝家里面，那小乌帕家里面做。那很谢谢喜悦协会还有那个暴雪的那个支持，因为暴雪通知我说，哎，有一个喜悦协会在找我，那喜悦协会安排了这次活动，才让我有机会见到这个小粉丝。那我见了这个粉丝之后，真的有重拾我一点自信，因为他开头第一句话，他虽然很喜欢玩麦块，可是他开头第一句话就问我说：“秋风，你的阿猫阿狗怎么样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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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”我想说，哇，他看的是阿猫阿狗哎。之后又跟我说：“秋风，那个帽子世界超好看的。”哇，让我觉得真的人生不只有麦块，各位只看麦块的观众们，你有尝试看看其他影片吗？搞不好那些美好的事物就被你遗忘了，有没有？麦块当然很美好，但也有很多很美好的事物，你是不是就此遗忘了呢？好了，不讲这个了。那我、鼻子好痒，说到鼻子痒，我不会感冒了吧？应该不至于吧？最近天气变化真的很大，就是前几天可能有一波冷气团来。所以十几度，然后下雨。那最近秋老虎又发威，导致那个台北摄氏又三十几度，那个温差太大，真的很容易感冒。大家请注意身体健康。秋风没有感冒啦，秋风可是鼻毛倒插，插到我的鼻子吧，所以感冒了，不是啊，所以鼻子痒。我干嘛讲这个？好，我要讲说那个有些粉丝留言啊，说，因为我知道很多新加入的粉丝会回去看我以前的影片，就会说，哎，秋风的以前影片的声音跟现在不一样哎。其实声音都一样，都没有变。那为什么听起来就是不一样？我只能说跟设备有关系啊。就是现在录的音，假设你有每一次定期收看秋风周报，其实跟我其他影片在拍的时候就有一点点的差别，那个设备的关系，收音的方式不一样，用电脑录的声音和那个录影机录的声音，那个设备听起来的声音会有一点点差别。最近老是吃螺丝。那个更早期我也是用电脑录的，为什么声音会差这么大？因为早期的麦，我的麦也换了大概三四次左右吧。那个麦从99块的，甚至是耳机上面那个根本没花钱的麦，一直一路进步到现在上千块的麦，那个麦克风等级差这么多，你说声音不一样，这是当然的。如果等级差这么多的麦声音还一样，那我用99块的就好啦。那我绝对推荐大家买那个99块的麦，干嘛每一次买一个9900的，对不对？没有必要嘛。所以声音当然会有差别，而且我觉得声音差别不止在那个麦克风有差，连录影软体都有差。以前的录影软体跟现在虽然是用同一款啊，可是你知道版本不一样，可能会有一点点差距。加起来那差距本来可能这么多，就变这么多，那接下来就这么多，越来越多，差距越来越大。那其实也有观众说，其实就是主声调其实是没变的，大概你们听那个声纹是不会变的，可是那个声音听起来就是差很多啦。那你有时候听宝可梦可能会有两种声音，就是一种是胸前 GoPro 收的音，一种是手机收的音。我会取决于当时录音情况，看哪一个录的比较好，然后用其中的一个或是两个，这个片段用那个 GoPro 的，那个某个片段用手机的。为什么？是因为有时候会有一些杂讯，譬如说风过来，风太大，那风太大的时候手机收音就会不好，那 GoPro 收音就比较好。可是在跑动的时候，那个会有咔咔咔咔咔，或是心跳太大声的时候，那就会改用手机的，除非那时候手机没有录影，因为在跑动的时候可能手机不会
开录影，那就可能用 GoPro 的声音，会尽量把声音品质弄好一点，让大家听得也比较舒服。大概就讲到这边啦。你所以大家回去看我影片的时候，当然会有不一样的声音呢、啊。那有兴趣的可以回去听看看，回去再听一下。那个影片永远都在网络上，都不会跑，24小时等着你来看，好不好？那这个礼拜呢，秋风还有跟巧克力来我家拍了一些影片。那后续应该会在我的频道和巧克力的频道都会播出。那看应该是看剪接情况，然后再决定是什么时候播出。那昨天也有上第一支，就是 Just Dance。有人直接问我说那一款是什么游戏？那一款就是 Just Dance 啊，武力全开，最健康的 Just Dance。已经拍两集，我发现。不要再虐待自己了。你们会说秋风感觉都不会痛，痛啊？怎么不痛？你上来踩看看，怎么会不痛？那个要健康步道，你去公园、去网络上买一个健康步道回来踩，你就知道有多痛。你还在上面跳，不想讲，有空大家自己试试啊。痛啊？怎么会不痛？没累痛，那个详细情况自己看影片，不多说了。我默默留下了两行泪。那个，如果你要我拍第三集，如果有超过300人连署，300人太少了。如果第二集我跟巧克力看的影片突破10万人观看，我会考虑一下，好不好？不然我不要了，这么痛，你跳，你跳给我看。上传到我的粉丝团，如果有一个粉丝跳了、拍了、上传到粉丝团，我就马上拍第三集，好不好？就这么说定喽，各位勿胖，赶快来跳，赶快来跳！哇，干嘛今天越讲越有点气愤？一定是塞车害的，搞得我心情不太好。我们这个礼拜就到这边结束了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下礼拜我就出国了，对，下礼拜四秋风要去澳洲抓带龙，所以下礼拜的应该是外景，我在澳洲拍外景，先这样子咯，我们下礼拜再见，拜拜。